你以后不用来了，这是你的工资啊。太太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知道你的失误让小宝吃了多少苦头吗？拿着钱走吧。妈妈痒，身上痒。怎么回事啊？这都已经在医院看过了，怎么还痒呢？妈妈给你挠挠。你天天在家都干什么了？连孩子都带不明白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要不明天再带医院去看看。走了，过年去了。天天就知道上街玩，都不能给孩子上点心吗？丽丽，我去不了了。也会滋生细菌，这个洗衣机清洁剂它是液体的，不需要浸泡，用起来轻松快捷又不麻烦。把它倒入洗衣机内，打开正常清洗模式，等它运转一个小时左右就行。洗完后脏东西也排出去了，内里也干干净净，不仅能有效清洁污垢，而且还有杀菌的效果。洗完的洗衣机都是香香的，洗出来的衣服呀也能放心穿，还带有一股清香味道呢。哎，快进来。多亏了你推荐的这个洗衣机清洁液，现在啊，不仅洗过的衣服香香的，孩子身上也再也不手痒了。而且啊，它不止波轮洗衣机，滚筒洗衣机也可以用，像马桶、洗手池边缘处、厨房的水槽边、浴室玻璃胶、瓷砖缝这些地方，都可以用它做局部的去菌除物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你在哪买的呀？会不会很贵啊？不贵的，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了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。